迎我们的新戏约瑟的超级任务。Thank you.
丰年。而七个寿牛和七个寿岁是指七个饥荒年。这是埃及接下来会发生的事吗？不止埃及，是全世界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丰收的七年先把粮食存起来，后面的七年就不怕干旱饥荒，埃及将成为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。也是我的主上帝要告诉法老预言。太厉害了，果然是解梦高手。听说他以前被害被关，但他只说上帝与我同在。听说他在监狱表现良好，但是大家都忘了。但他只说上帝与我同在。你的事我其实老早就听说了，真是不简单的人才。请问你是如何锻炼你的智慧？我没有锻炼我的智慧，而是上帝与我同在。我需要一个有智慧的人来帮我处理部分，请问你愿意吗？只要是上帝的旨意，我都愿意。我要封你为宰相，处理饥荒的事就交给你了。爸爸也太偏心了。工作好
昨天又做了一个梦，说来听听。梦到一个太阳、月亮，还有十一颗星星都向我下拜，而且我好像穿着绿色、彩色的衣服。你说这什么话？太阳跟月亮代表我跟你妈，难道我跟你妈都要向你下拜吗？我没有这么想，但是梦里就是这样子。好了好了，赶快忘了那个梦吧。这梦听得让人很不开心呢。好了，你去看看你哥哥工作的怎么样了，平不平安？好。嘿，太阳好大，辛苦了一整天呢。只有约瑟在家里纳凉，想到就生气。汪汪汪！你们知道吗？怎么了？就是我看到狮子吗？不是不是，我看到家里闹抢劫。不是不是，我看到。不要急，慢慢来说清楚。就是我看到约瑟从家里来，还穿着一件我们都穿不到的彩衣。脱下来
一头羊，把他的血沾满约瑟的彩衣，告诉爸爸他被狮子吃掉了。就这么办。我们保证，交给我们吧。还不快去！
窗，让我与哥哥见了面。但是为什么我无法告诉他们我是谁呢？难道我的心里还恨着他们吗？被放出来的感觉真好，吃得真饱，喝得真足，真开心，宰相对我们真好。你们吃饱了吗？宰相好。卞雅敏来了吗？大人，这位就是卞雅敏。你就是卞雅敏吗？所有人退下，让我跟他说说话。的父亲现在还安好吗？还很健康，只是人老了，不便走很长。告诉你哥哥们，今日就可以回去了。谢谢宰相。大人已经按照你的吩咐，将贵重的银杯放进卞雅敏的袋子。好的，谢谢。待会去把那群兄弟带到我面前。留卞雅敏在我身边，我要看看哥哥们是不是真心爱卞雅敏，还是只是在我面前说说而已。人都来了，我有一对银杯不见了，若是你们拿的，那可说是忘恩负义。大人，我们怎么敢呢？您请我们吃大餐，我们连心怀感激都来不及了。您看，我连感激的胡子都掉了。上帝的带领。